起码别人 偷出来。要得，我就过来帮你了哟，我等下就把它学练住了。好，走路，快睡觉。 馒头可以吃了，上去拿去噻。我也没得专业工具，只有给你像样子剥皮皮了。哎呀！哎呀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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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剥开你的心。 下回去嘛。妈，你回去啊。哦。我好大的鱼哟。到房子去。 切点肉，先切片片，再切丝丝。生姜、胡椒粉、酱油、料酒、淀粉，抓紧匀，再切两个青菜椒。 完喽！来，哎呀，太喷了！那酸菜吃起的甜的。我上回去看我一个姥姥。那天好久可以再不做？三天。要啷个做啊？要耍哈子嘛。你中午的时候觉得好轻松的，干起来的累的。你跟他干嘛明天？我跟不来。 那继续走，还拖拉机啊？人都头上了，个。你衣服穿完了嘛？衣服都干净穿。我就说刚才我感觉我像只绵羊一样，我操！